印度颁新法令平众怒，性侵犯最重可判死刑。5号，印度黑公交轮奸案5名成年嫌疑人的庭审在新德里一家法庭正式展开。为平息公众持续的抗议，印度总统穆赫吉3号签署了一项临时法令，用定义更广泛的性侵犯一词取代现行刑法中强奸二字，最重刑罚或可致死刑，以此向民众传达政府严惩性侵罪犯、保障妇女安全的决心。